On bridge.
不知道你还记得，和希尔的相遇是在冬天。希尔就在那里，布罗尼亚知道的。布罗尼亚一定不会辜负瓦尔特的意志。那个，知道了，甜菜汤做好了。太好了，最喜欢布罗尼亚姐姐了。Never stop the way, yeah. Birds chirping and I hear my name. Grasping into a life. Life is happy but it's so insane. We must merely make a start. Savannah, I'm coming home. Savannah.用你最喜欢的颜色为你画一幅画吧。我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目标就在前方。轮到我了，你演上来吧，千日一息，急雷破，破绽百出，李小虎万物皆斩，夫人断，以此烈火斩无不断，急雷破，雷鸣惊天，千日一息，雷光于此显现，请莫碰。
我会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哼，青岩，拔剑，决战的时刻到了。父皇，到任。照向远方。Sticks and your stones, go break all of my bones. You won't ache my soul, you can't get to me. And there is no barricade that I can tear away. Shoot me down to fire away. But I'm a heavyweight. I'm a heavyweight. I'm a heavyweight.To the ground, what goes around comes around. You won't put the flame out, you can't get to me. Say what you wanna say, go take it all away. But I'm here to stay, no, you can't get to me. And there is no barricade that I can tear away. Shoot me down, go fire away, away. But I'm a heavyweight.
Bronya, 抵达战场。Hephaestus， 目标锁定 ，Fire！ Voyage， 了解，感受剑心之斗。以心为鞘，以养利剑。万剑归宗。可结云，这不值得你收到。行动中 ，S 级战术。感受剑心之道吧！三尺之水，堪可结云。撞撞小兔 ，Ride on。这场战斗是布隆尼亚的胜利。We'll be right back.
你们进去吧，我守在外面望风。注意安全。小心一点，进来吧。这里建造了这么大的地下世界，这可比我们村子大多了。很漂亮，有自然与生活交叠的美感。多亏亚达大师和我们长老的努力，他也帮了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群无情的战争机器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是你们刚刚帮我们打跑的那些。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在雪原上不断逃难。和陆可他们的遭遇也差不多呢，看来那些入侵者并不仅入侵了一个星球。幸亏亚达大师出现了，根据长老的说法，他一人击退了数以百计的入侵者，并且带领大家建造了地底王国。果然是位了不起的大师。你看，那里还有为他树立的雕像，不过我们的资源很少，雕像雕刻的有些一般，不够精细啦。是，像是我手上的这个小雕像的放大版呢。这么一说，确实。你们居然认识亚达大师，我们受到了很多他的帮助，他是我们的英雄。正因如此，我们才想向他学习卓越的剑术，想要与入侵者抗争，我们需要更强大的力量。发生什么事了吗？他失踪了。失踪？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吗？或许我们可以把它找回来。
在上一次敌袭中，我们错估了入侵者的兵力部署，最后落入了被两面包夹的境地。大师为了让我们顺利撤退，孤军深入敌阵，拖住对方的行动。从那之后，我们一直在等他，但他都没有回来。恐怕你们之后有再回去过吗？有过，但外面充满了入侵者，我们也只敢派出几位勇敢的斥候前去查看。可是那里除了深深的积雪，就只找到了他的一些衣物碎片。我还第一次发现，崩坏的色彩也可以描绘出这样的图景，十分独特。等等，长老，那些衣物碎片你有保存吗？当然了，大师是我们的恩人，他留在世间的最后之物，一定要好好保存。太好了，请把他的衣物碎片和失踪的位置都告诉我们吧。格蕾修，你有主意了吗？嗯，方舟上有能够勘测地表元素组成的探测器，如果锚定大师衣物碎片上的元素，我们或许就能够利用探测器找到一些线索。真是大胆的年轻人呐、我可以把东西都交给你们，但是到达那里要突破入侵者的重重包围。没关系，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对吧，陆可？嗯，好，好，我马上去给你们拿需要的东西。
Thank you.
格蕾修，我们的方向真的正确吗？这个洞穴不是陆可发现的吗？要对自己有自信。快看，前面有亮光，是燃烧留下的气味，应该是有人在这里生火。剑术大师了，你看，他和帕美女士给我们的雕像一模一样，他身上的崩坏能反应也很强烈，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焰。甚至连大小都一比一还原，帕美女士真是太厉害了。不过，陆可，我们在大师面前光明正大议论他的个头，会不会不太礼貌？大师，对不起，有所冒犯，请赦我一拜。每个看到我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吧？年轻人，不必客气。称呼我为雅达就好。你们不惧危险来到这里，应该是有什么事情想找我吧？我叫格蕾修，是星际间的旅行家，因为收到了陆可的求救信息，就来协助他一起驱逐这里的入侵者。你们要驱逐入侵者？嗯，大师，我也来自格林星，那里已经被入侵者奴役多年，我们想要重新组建反抗军，将他们驱逐出去。格林星啊，真是有人怀念的名字。你们也想要战胜入侵者？这一点还真是和我们当年一样。没错，而且这一次还有格蕾修这样靠谱的朋友。但这还不够，大师，我们希望你能教导我们剑术和使用愿力的方式。愿力？你们为什么想要学习使用愿力呢？传说中，你们正是掌握了愿力，才击败了入侵者。击败？
不，我们最后失败了。我们知道，想要彻底驱逐入侵者，必须摧毁他们的总部，而我的飞船上正好有仪器可以做到这一点。不过我很疑惑，为什么除了你们，其他居民并不会使用愿力？那应该是你们的天赋。因为愿力根本就是一个陷阱。啊，为什么？旅行家，你来到这里是因为接收到了某颗星球上的讯息吧？我收到了陆可发来的求救信号，才会在机缘巧合下来到这里。没错，我本不应该责备你，年轻的后辈，但你不应该贸然向星空发送消息，那只会暴露你们的位置。大师，难道你也觉得坐以待毙更好吗？我想要找到新的出路才那样做的。我当时也是和你们一样的想法，所以当接收到那条记载着愿力使用方法的信息时，天真的选择了相信。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我们使用愿力时，那些入侵者就能侦察到能量的波动，追踪而来。我甚至怀疑，那条记载着愿力使用方法的讯息就是入侵者们发送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使用愿力，方便锁定我们的位置。所以我们才没有将愿力的使用方法告诉其他人。有那么严重吗？你还没有意识到，当你从星空中得到了帮助时，星空中的捕猎者也盯上了你，就像你们成功找到了我，也将入侵者领来了一样。陆可，外面有动静。大师说的没错，我们大概已经被包围了。必须马上准备迎战。
Thank you.
格雷修和卢克回来了，格雷修好像还带了亚达大师。哟，亚达，好久不见，你这是在修炼浮空术？提着大师行动会快一些。格雷修，你这样会显得他很没面子。哦，那我捧着大师。亚达大师是很厉害的人，你们可以给他一个面子。可爱的孩子。我不是。好啦好啦，格雷修，我们让大师和帕梅女士先叙叙旧。不用了，这家伙啰嗦起来谁都扛不住。不要在我未来的学生面前诋毁我的形象。哦，学生，也就是说你打算教导他们了？你不也是吗？跟他们一起来到艾斯星，也就是说你同样下定决心了吧？帕梅女士已经答应加入我们了。行，那事不宜迟，我们从明天就开始训练。不过格雷修，你还是先把我放下来吧。哎，好。练剑先修心，今天的修行内容是学习如何维持自己内心的平静。维持内心的平静，怀姐姐教过我这个。格雷修，你为什么闭上眼睛了？帕梅阿姨，她上课睡觉。她不是睡着了，而是在冥想。哦，那我也试试，双腿盘起，闭上眼睛。
下午我们练习初剑的精度，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记住用剑的诀窍就在一个快字，看准时机，切莫犹豫。不过光说是没用的，想要达到无往不破的境界，还需要你们努力磨砺自己的剑刃。这块石头正适合当底石呢。我只是在修辞。挥剑的同时要保持身体的稳定，保持均匀呼吸，不然出招的节奏很容易被打乱。陆可，哎呀，你刚才又没站稳，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你一直在说话，我怎么可能不分心呀？而且冰面很滑呀。这也是试炼的一部分，你等。倒也是训练的一部分吗？大师，这也是试炼的一部分，你等。当然不是，冰面太滑了。这是格蕾修特地教我这样着装，因为雅达大师说今天让我们拿出最放松的状态，我觉得这样的我最放松。请你们穿好鞋子再拿出最放松的状态。石头断成两半了，好厉害，格雷修！很好，很好，你们已经完全掌握了用剑的诀窍，很快就能成为合格的战士了。可以开始了，格雷修。顽石，听我号令！
风中的精灵，与我共舞吧。风来喽！闪耀的雪中剑呢？请你为我吟唱起胜利之歌。啊，有这个环节吗？我觉得即兴发挥也是战场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好吧。让你们好好准备一下，迎接最后的试炼。你们现在是在干嘛？我们正在进行战斗演习。啊，这是哪门子演习？还有，格雷修，你怎么穿着睡衣就来了？这是绝地猫猫战袍，因为大师披着战袍，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有。为了迎接最后的试炼，我们要把握好每一个细节。你看，绝地猫猫战袍飘起的弧度和大师雕像上披风飘起的弧度几乎一模一样。好像还不太一样。确实有点歪，我来调整一下。哎，风停了。格雷修，捕风机被大师关掉了。他用你手中的磁石，别给我放心。行吧，大师真没幽默感。来，格雷修，这些东西好神奇，能够做到我完全不敢想的事情。知识就是如此神奇哦，陆可。利用各种工具运用知识并不难，但要彻底掌握原理，需要看很多的书，上很多课才行。哦，那我也要好好学习。利用各种工具是好习惯，不过你们要记住，真正的力量源于你们的内心，而不是所依赖的外物。这也是你们要接受的最后试炼。最后的试炼是要锻炼内心的力量吗？跟我来吧。
锁定目标，集中星光凝聚。 Thank you.
Thank you.
舰长完成了本周的工作，辛苦了。姐姐，嗯，找错了，希儿在这里。希儿也学会新的捉迷藏方式了。